又跟哪呢？干啥呀？嗯，不是你叫我吃肉吗？随便按的，你别当真。我以为他要去按真晦气，没想到换套路了。我可爱吗？妈妈，宝宝要饿死了，快给宝宝吃肉。这招真好使。吃美了吧？是的，妈妈。谢谢妈妈。儿媳妇和女儿的区别，女儿我在哪她在哪，儿媳妇她老公在哪她在哪，女儿我不在家会不吃不喝一直等我，儿媳妇我不在家无所谓老公在就行了，女儿会经常叼着心爱的玩具叫我陪她一起玩，儿媳妇手里有好吃的才会跑过来找我，女儿眼里只有我，儿媳妇眼里只有她老公，虽然这样但我还是超爱我儿媳妇，毕竟她从小就离开了妈妈来到了我家，我会当女儿一样好好爱她。Ha ha ha!